今天我在这个槟榄港推荐我们这个大蓝图给这个槟榄港的选区 N27。槟榄港是一个华人 87% 的华人的区，我认为华人可以支持国政。 华人可以支持国家，因为这个大蓝图我们有6个大计划。第一是我们给的做生意的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器会在槟榄港。我们也要强调的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我的槟榄港的治安的问题。 槟榄港的治安，我们要推荐这increase治安啊，我们有这个 hotline， 还有这个我们的年轻一代的，就是我们有这个协助他们，我们也有一个 job center， 这个。 企业介绍中心，给我们的槟榄港的人没有工作的一个机会。还有这个，我们有这个巴士，在 SPPK 跑到沙丁堡，跑到这个桂和园大和园的巴萨，还有跑到。 这个UTC 到我们的 General Hospital， 还有今天我们也要有这个湾端这个福利基金，我们要推动的，一路来小弟在两年半争取到1000个人。 得到的福利基金的300块左右，每个月他都要得到300块，还有 one off 的，我们也争取到1000个人，这200块的。还有今天我们看到，槟榄港是这个不是很好的，这个有人讲是黑区。 我认为这个黑区可以转到一个白区，这个华人可以支持国政的。我小弟在这里协助他们15年了，给他们服务15年，我认为他们可以给小弟一个机会。我希望他们可以支持我。 给小弟一个机会，中选这个槟榄港，这个中选了我这个是阿姑将军，这是真正我们这个我的宣言，我一定做得到给他们的。他们有什么交代吗？要走就走了，头就讲了没多啊，他们也讲。 行动党在这里放个雀仔又赢，放个狗仔又赢，阿莫，你怎么尊重到人民的心声，人民的选民？怎么尊重的？放狗仔赢，放雀仔赢，没有尊重人民的心声。他要做英国的公民，可是没有得到。 今天他要在这里竞选，他没有知道，他还没有分析要在这里还要回家英国，我也不知道，这就是要人们就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我看到网际网络，他这个 apply for a citizenship in England。 真係幫你做啦！我哋是一個後生人，可以幫助我哋小粉嘅。
你應該可以幫助我們協辦的服務的，多謝。唔止一百票嘅。呢個攞唔到一百票？咁我哋喺咁熱陣，一百票。行過。